着低调的华服与简单精致的配饰，将水墨诗意渲染至屏幕外。英姿飒爽的杨幂与三分鞋齐分正的阮经天，突破以往形象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再次掀起业内外话题热潮。电视剧《扶摇》讲述扶摇未解上古五重封印，踏上五洲历险之路，在此过程中与长孙无极相识相爱的传奇经历。